嗨，大家好，我是立夏，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我们先来看一下之前这一颗被我做成棒棒糖的瑞典女王长出来的这个新芽，给它把了顶之后效果还不错哦，看到了吗？长了很多这个新芽出来，大概数了一下有6个哦，这个效果还是满意的。再来看一下这两棵小发财树，因为去年冬天没有及时把它搬到室内去，所以它的这个枝叶全部都已经是冷得枯黄掉落了，好在春天它就萌发出新芽来了。现在天气热的，要看它们长得多茂盛啊！这个发财树除了怕热怕积水以外，它还是很好养的哦。